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32期，今天给大家分享魔方推出的 MSB56 号的这个规避版权的话呢，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霸王龙啊，就直接照字面来翻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玩具的大小尺寸呢，虽然是小比例玩具，但是它的身高已经有一个足足是一个官方的 Deluxe 等级的尺寸了，大家的期待比较高，包括我自己的话呢也很期待啊。这种小比例的恐龙的玩具啊，我已经不下数次提过了，这是我小时候呢对一些恐龙盒玩的一个回忆啊。那么这款玩具的配件先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首先是一把大枪，大枪就是一个黑色的塑料件啊，直接的插在手上就可以完美的握持，但是由于它的手部变形的开口在这里啊，所以在握持武器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握虎口比较紧啊，插的时候呢从下面把它给拖住啊。那还有另外一把是大剑，大剑的话呢有银漆的涂装啊，握持的话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从这个地方插下去一样，虎口是偏紧的一个状态。那么它有一个替换的手，但是我个人呢比较不推荐啊，各位可以看照片啊，它这个手型呢我觉得太娘炮了啊，并不适合钢索这样子的硬派，而且它的一个拔插的话呢，这个球杆拆一下装上去我觉得不是很好装，所以就不建议大家装了啊。那另外是一条鱼的这个配件，另外就是头冠王冠，王冠的装法的话呢啊，就从头上那对应一下它的这个凸杆刀的位置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卡扣，它的话主要是这个地方两侧比较宽，然后呢最细的一个缺口是朝人物的额头的正前方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这样扣，哎，还是反过来啊，是前后扣啊，对，是前后这样的。好，最细的缺口在后面，但是这个前面倒角没有做得很好啊，就有点扎手，而且扣上去之后你如果转错方向扣不进去，但就算扣上去的，我觉得这个头冠啊，这个不要低头，王冠会掉，但是我光摇头头冠就掉了啊，这个就那人物卡硬式的材质一样非常的好看。就我来说，这款玩具在人形状态下就不对，它这个是共用的一个部件，人形跟龙形都是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呢它没有办法扣到很紧，虽然它有做一个凸跟凹，但是它确实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密合，除非说我们在自己在做一些加固了，把这个让它能够扣紧一点，不然其实把玩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松掉的。那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胳膊，它的这个胳膊的话是可以伸出来的，然后再放进去的，那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你喜欢的一个长度了啊。那我自己是觉得拉出来好像有一节会比较好看啊，那实际上究竟反正各位可以自己去做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调节。那就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这款玩具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外观来看就比较素，你看胸口没有透明部件，然后就非常简单的一个线条，但是我只能说这个真的要看个人的偏好，说不定就是有人会喜欢这种非常朴素的一个感觉。包括我也觉得这一款的钢索虽然没有什么涂装，可是它的这种灰色的感觉还有这种线条的感觉，虽然不是那种美式那种圆弧的感觉，可是它其实这种塑胶你这样子看光这样打下去，其实它有一点08动画的钢索的那种玩具的那种反射出来那种光泽的感觉，其实也是不错的哦。那后面这个龙头呢究竟是放这样还是放这样，这个我是感觉放这样好像比较好看了啊，因为它后面呢也没有一个可以卡扣，所以就只能这样了。后面的翅膀可以上下动一下，里头呢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刻画，那可能是全身上下细节刻画最多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其他真的就是线条而已。手臂的话呢可以平举之后的话呢支撑力度还可以啊，并没有马上松弛的一个状况。手臂360度转动的这个有一点点紧啊，还不错啊。那手肘这个地方二头肌在这个地方可以转动，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不过这里会松开。肚子这里的话呢会拉开来啊，你可以往下戳动啊，你看吧，这个是胳膊啊，这个地方容易松脱啊，是它一个非常让人家恼火的。再来这样的一个髋部呢，前面这片裙甲呢是要里头这个踢上来的时候跟着连着带动的，这个往前踢的时候呢非常的紧，然后它也有一个这个看到吗，这里现在很流行的这种
这个髋部的根部这个地方它多了一个连接感啊，让我们把这个脚的话能够往上面踢得更高，侧裙甲也可以稍微掀起来啊，膝盖的话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但是呢这里会蹦开来，脚踝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接地的，而且这个接地感觉非常的不错啊。整体来说吧，我觉得它的人形状态还是比较中规中矩了啊，我个人的话呢可能对它的龙形啊满意度会再更高一些。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魔方推出的霸王龙它的变形啊。首先我们把拳头呢给收进去啊，这个比较简单，从后面这里拉开，然后拳头的话是以这个方向直接推进去盖起来。那我变形的时候呢，我们先从上半身变形好了，因为下半身如果变形好会后面有一个东西会卡住我们。那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把这个胸甲、啊、这个地方单独的把它给挑开，然后呢推到旁边去，再来的话旁边稍微扭动一下，我们要破坏一下这里的结构，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解锁开来啊，这整片部件掰下来，这里也是一样的，掰下来。好，它会分成你看前后左右几个部件，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个部件的话呢，这两片部件给塞进去，好，到这边就行了。然后呢这个中间的部件呢把它折这个方向就可以，然后头的话呢往上看到这边。我们主要的变形呢是在两侧的肩甲啊，两侧的这个腹甲这边，它的话呢是要把它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我们先拉出来一点点，把这片灰色部件翻出来，然后呢把它给转到后方去，灰色部件本来在前方嘛，我们现在把它转到后方去啊。它中间那个双动关节呢就是要方便呢啊我们来做一个调节使用的，在转到后方去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把它呢给推回它原来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扣回去，这个地方给扣回去。好，这边我们做的重点就是把这里原本的两片黄色部件塞到内部去，灰色部件本来在前面这里的我们把它转到后方了啊。然后这个脑袋啊，脑袋要在里头了，哈哈哈，这个再示范一次啊，这个脑袋这个灰这个部件要卡在内部，它里头有个凹槽，这样子把它卡在里头啊。OK， 这样才是对的。你看它这片部件它是已经卡住了，它是不动的了啊。然后这个头的部分的话呢就暂时到这边先不管它啊，我们请它到前方去就行了。那这个脚啊，这里啊我们就来开始变成人物的脚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个裙甲的位置呢请务必的把它给推回到应有的位置，这个地方裙甲啊必须推回原来的位置哦，不可以在两边翘起来，因为它有一个结合的位点要用啊。来，脚膝盖以下翻转出去，再来的话这片部件稍微拉出来一点点啊，它是可以拉出来一点点的，然后往上翻上来。这个时候呢从侧边这里它是可以松开的啊，从这个地方应该是这里吧，还是这里有一侧可以打开，这个地方这里不是很好开啊，这片翻出来之后啊，这里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横的跟纵向的一个凸，把它给扣进去，待会可能会松开，但是无所谓啊，待会再缝合就可以了。这片部件直接挑出来，然后呢里头这个三段的这个部件全部翻出来到这里。好，先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把这个把这个大腿包进这里头，注意这里转过去的时候呢这样子要保持这片部件是已经翻折的角度、哦、不要再转回去了啊，到这边推到这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扯到要把这片部件要再包下去到这里。好，到这边如果说你的脚转的角度是对的，这边就可以直接密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片部件到这边准备好就行了。那这里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呢，这一片就我刚刚说的裙甲，你如果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的话呢，它会跟里面这个灰色的凸呢它会没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到这边记得把这个灰色的凸要记得把它给扣进去啊。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先从脚底板这一片稍微拉出来一点点，好，它就可以整个抬上来了，然后呢把这一片部件给翻出去。翻这个的话呢，如果你觉得很难翻，那就用道具就行了，用道具就行了啊。哎呀，真是不好翻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推进这个卡槽，然后把这个
大腿侧边这里翻开，这个龙的尾巴全部都翻出来。好，到这边记得我们把这个腿呢回到这个角度哦，哦，然后呢这里把它给包覆过来，包覆过来的时候呢，这个龙的尾巴朝后面下来，这里再包下去啊，因为另外一边已经占据空间了，所以这里的话呢会有一点强塞的感觉，但是强塞的强塞吧，作为一条龙又有什么不能强塞的呢，对吧？然后呢两侧的尾巴就可以合并了，合并之后的话这一侧一样啊，这里记得有一个灰色的凸要扣进红色的凹这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凸跟这个灰色的凹，这个地方的话呢我的做法只有一招，就是用塑胶的韧性硬把它给扣进去了，这里的话呢也有一个卡槽硬把它给卡进去，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这里你看啊，这里要记得把它给卡进去，然后呢黄色的这个部件在这里一样要记得把它给卡进去，这边的话哦，就是在我的做法了，因为它实在是太难去研究出一个哪里先扣的一个顺序了，所以我到这边的话呢我的做法就是利用它的一个尼龙的一个韧性硬是把它给扣进去而已啊，这边特别是最后你如果其他三个地方已经扣上去，就最后这个地方会稍微要施一点力气，但是呢你一旦全部都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它的结构呢就会相当的稳固。好的，全部都扣进去了，它的一个整个后面已经很扎实了。最后就是把这个手给放下来，注意这个头是要摆这个方向，有点猎奇对不对？最后就把它给包覆下来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然后这里的话你看到这里有两个黄有两个凸，记得这里是卡扣扣进去，头呢给包下去，包下去的时候都记得这里还有一个凹槽跟这个地方要记得卡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把它给卡进去。好，到这边我们的这一款魔方所推出的这个霸王龙头转一下就完成了，它从机器人呢到一条这个机械恐龙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么它的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它这个腿是可以拉长的，我认为龙形下是一定得拉长，因为你龙形状态下呢，如果你腿不拉长的话呢可能这个尾巴的话呢会严重干涉到你的腿着地啊，你这样放低好像也可以，你还是你要伸长算了，缩短好了，好像感觉比较可爱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变形过程的话呢就算大功告成了。它的恐龙形态呢只有一个东西我是比较不满意，就是它的这个部分啊，跟人形状态下的一个一样，一个缺点啊。尽管说龙形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个小狗撒尿的感觉啊，但是它确实在把玩的时候呢，会造成一些不是很愉快的感觉。那腿的长度的话呢，就看各位了啊，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调整啦。你要伸长还是缩短？感觉好像还是短一点会比较好看啊。那么比重的话呢，也是做得不错。那么身上的话有一些这个红绿啊蓝啊这些的一个涂装啊，在涂装已经不多的这个魔方里头，这已经是实属难得了。里头还有一个孔洞，但是有孔洞归有孔洞啊，但是它却没有附带火焰特效剑给我们啊，所以我只好喷剑了，是不是啊？哦 ，OK。那么在龙形状态下的可动呢，给各位做一个展示，手臂的可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关节还是挺多的啊。然后嘴巴啊最大可以张到这么多，然后里头的这个泡的这个孔洞其实可以上下再调整一些角度的，牙齿有做刻画，以及呢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钢索这个换眼睛的这个部分哦，你这张稍微转一下，然后你转一下，你转到不能转为止啊，转到不能转为止，如果转到不能转就是一个，我转了这么多圈了是吧？好像是。好了，终于转到了，你终于生气了对不对？我要把钢索弄生气也是不容易啊是吧，脾气还不错啊。它的尾巴完全没有任何可动，比较可惜，这个只能算是硬动啊，这个其实算是就是属于比较低可动的尾巴。那脚的话呢，当然这个是跟人形的一个上臂是共用的，好吧，感觉你还有点可爱，但是我是觉得它这个龙形是真的是蛮可爱的，然后整个包覆度很好，摸起来的触感是真的是蛮舒服的啊，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灰色的感觉。
很有这种就是老玩具那种朴实的感觉啊。它的龙形我真的还是相当相当的喜欢的了啊。人形态的话呢，由于这个是手臂的部分呢、啊，就是太过于松弛，龙形状态下因为它负责站立，可能感觉就没有这个缺点，就稍微有点被放的比较没那么大啊。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分享这款魔方推出的霸王龙啊，这是属于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的产品。我自己是很喜欢它的龙形态了啊。那变形的话呢，它的一个上半身的变法呢，跟以往的钢索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尾巴变成人的脚跟龙的尾巴是这个变形跟以往的倒是差不多啊。那、应用塑胶的韧性呢，去把它完成最后的一个密合。这个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那就没办法。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乎这些的话，其实它的把玩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